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哥啊。我们两个人都感冒了，昨天在下塔淋雨嘛，然后风吹的，哎呀，真受不了。所以大家夏天来新疆啊，也是要带足保暖的衣物的，最好是冲锋衣、内胆都带上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准备从那个下塔景区前往那个伊宁，要去取一波快递啊。我们现在是在察罕乌苏乡，我又超市里买了一堆零食，这一堆零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买的零食。我不是在下塔那个停车区吗？分给小孩子吃了，热量没有转移。后来我们从下塔省级回到停车场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下功课，就是刷到人家就是说，其实下塔下雨是很普遍的，特别是下午，大家最好是把雨衣或者雨伞带去，保暖衣服多穿一点，宁可热的时候脱。石冰雹好像是，石冰雹呀，砸下来就有一坨那个，雪子，哇，地上，会不会太大，把玻璃给砸坏？哇，我感觉心也大了，明显未来，我的天，留一下，要不我们也停一下，要不停一下吧。哇，妈吓我一跳，明显砸向我的那个感觉。这个天气变幻莫测啊，真的是。稍微停一下，应该能让停吧。你敢下去吧，前面。我有点怕，但有点想下去，怎么办？戴个帽子吧。好疼啊！好疼啊！给我弄几颗。哟，好大，在我里面来了。我真的 thank you 前辈，头不砸到就行了。你把衣服脱了，你不然你感受不到的。把衣服脱了呀，把衣服脱了。你要感受人大胆的感受。我感觉他没有要停的意思，越来越大了。你戴着帽子还疼啊？哇，他们还不停进来，赶紧停进来呀，别再开了。你还穿那么厚呢，看出这个乌云区应该就好了。他们是车队啊，十来辆车，搞仪式啊还是怎么样？这样车队。哇，堵车了。我们还是走一走公路，原路返回会快一点。还是很多啊，刚刚还是冰雹下雨，这样一下子有大太阳，艳阳天，也就隔了十几公里的路嘛。你别说，刚刚隔了十几公里路嘞，我们在下塔呢，又是下雨啊，什么一下浪开来，整一个大晴天变成啊。四公里要开十九分钟，上面多吗？上面有吗？是什么问题啊？有可能遇到羊群了，开得慢。还好没有车逆行，但凡有一辆逆行的，真的是别的狗了。刚才外面那个人走路快，那个走路是从走路的呢，他是一路这样走过去的，
超过我们车再走过去。就我刚刚在市区开始导航的时候啊，它没有显示这边是有在堵车的，早知道我就走高速了。风景还是很好看哦，就是那个 Windows XP 上面的那个。是的，那这种，不过这些里面都不能进的。可以进，刚才有个地方可以进去的。哎呦，我后悔了，我今天这一天就浪费在这边了。对啊，我想早一点到伊宁把快递给拿了呢。嗯，我还去伊宁还有事呢。这是一路上这种逆行的车，反而显得更堵了。这车被骂了。喏、no? 就是因为前面有这种逆行的车，导致对向的车它过不来，好像还刮擦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何必呢？那、啊、我操，后面又有车来了，那妈的神经病吧，这些都是。他是觉得他开上来会有人。哎，你们堵着吧，这样子，我们走了。刚开始进入堵车的时候，我拍的是1:53。那已经三个半小时了，前面堵了，堵了三个半小时，我们还没上山呢。对呀、啊。我们那天驻车的那个服务区都还没到呢。完蛋了，你都还没开始上山呢。你就不应该选择这条路。谁知道呢？终于要堵出去了吗？对，前面是一群羊，一群牛，这里还有交警在这边。后面就是有羊牛堵了一下，然后后面的车威力也太大了吧？他堵了这三个，堵我们三个多小时。就是因为车多啊。哎呀，终于可以踩油门了，前面。之前跟个便秘一样。老兄，这里没停。当时天要黑了。对。马上要变天了，所以我们立刻就走了。在风景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们杀一个呱呱吃，杀一个呱呱。我故意买超市里比较贵的一个呱。你应该买那种传统的呱，我觉得。但是不是有一点脱水了？你看到没？太干了。有点干兮兮的。娘说了，那个老汉瓜是在南疆那边的，北疆这边没有。甜还是甜的？我想吃里面很软的那种瓜，你懂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吃瓜的时候容易痒。吃甜的就会痒呀，这没办法。嗯，是甜的。这个叫白南瓜，这一个不便宜哦。多少钱？17。哦，那在新疆来说确实算蛮贵。嗯，继续出发啊！吃完瓜再吃点瓜子，然后手机放这边，这个综艺。两个交警在那赶马，没赶好。刚才那些马在马路上转圈圈，已经因为一个在那边赶，一个那个边赶，他们马错乱了，一直在转圈圈。先把他赶到路边了。一到伊宁，我们就要来超市里面补充食物啊、哦，隔几天来补充一次。里脊肉，这个也可以烫火锅吃的。嗯，啊，这个炒菜也可以啊。对啊。买了两兜子的吃的、用的、喝的，又花了400多块钱。对，逛完超市买完东西，我们看到旁边有一家自助小火锅，每次来生意都很好，品种还是挺丰富的，挺大一家店。我点了一个番茄锅，小豆一个辣锅。对，它上面水果也有的，东西很多，很齐全。这种是1块钱，是吧？对。这种3块，这种扁的签子是3块钱。哦，还有一些夹子是多少钱？夹子绿色夹子是2块钱。拿一个魔芋，这个应该是鸡肉肠、丁菜、老豆腐，好大一块。这个西瓜也有，来个这个。这3块，我们多吃蔬菜吧，今天。主打一个吃蔬菜。香菇给你串，能怎么吃啊？这个能不会烫火锅是吧？有可能。花菜来一个，小龙虾呢？鱼豆腐来一个，几斤？1块钱一串。白菜、干粉、脆皮肠来一个，豆腐再来一个，油条来一个，好漂亮，1块钱一串。哎，这个便宜，这个来。还有这个是啥肉啊？好像是里脊肉的一些，你看，还是新鲜啊。嗯。贡菜再来一个，哇，肉哎！我吃个串串，感觉跟没见过世面一样，感觉这个也好吃啊，这个肉，这个肉不错。我不吃调料了。果然，鸡肉汤。对，
我只拿了一个便签。我拿了生菜。哇，哇，这生菜好多，你看。这么多，那个还在。鸡胗要吗？鸡胗。嗯。这些。要。这个生的。其实我这个锅底也蛮好的，我也蛮好吃的。有一次我在东北的时候，好像抚顺吧，你不是去海南了吗？嗯。我在那里我吃了一个18块钱的小火锅，自助的，也很丰富。它这个肉是不怎么样，但是蔬菜真的吃种类好多，还有水果。蔬菜面，你今天吃的有一斤多的蔬菜吧？太一斤了，已经是第六捆蔬菜。第六捆蔬菜，我所有蔬菜都吃遍了。再来一捆啊！你没事吧？你第8捆。要吃这么多吗？已经是12斤了，但店里面座无虚席啊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反而。